想到二弟平时不苟言笑的，竟然也出来逛街。才买了这半日，家兄欠的银子差不多还清了吧？我来算算啊，本钱是差不多还清了，可你总要付我些利息吧？这利息还真厚啊。那可不。哪个颜色好看？都好。给我买个口脂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好。那你帮我涂吧。我。快点。我闭上眼睛不看你笑话，总行了吧？好看吗？我没认错吧？这人是我们家家督大人吗？热闹看够了吗？啊，转过来了，转过来。我就这两个吧。啊，这两个，行行行，慢走啊。啊。